Jimmy Shimmy. Shay? I guess. 你这拉粑粑。什么？你这拉粑粑。哦。你呢？嗯。我在看你。啊猫屎咖啡就是那种味道，怎么说呢？也没有差，也没有差太多。就是我喝过最贵是那种手冲咖啡，就是用那个它就是用手冲的，那个还不错，在上海有几家。我的麦克，我不知道。你是比较喜欢喝酸的还是苦的那种？我给你，还好，我挺喜欢喝一个啤的。这挺好的。来干嘛？谢谢。哦，在整个新西兰南北岛我都走了。嗯，要锁我是吗？新西兰真的是，呀 ，bitch， 我觉得整个国家就是个牧场。是是是，牛羊腰还没搞到，都跑来跑去，对。嗯、对地方大人少。对，只有400万人。对，没什么人。你他妈有病是不是？对，美国那个雪糕相对来说比较甜一点，加很多糖。不要不说了，再打我，不打不打，好吧，好吧，他俩各种，真是各种，这样网友一定会问你们俩在干嘛的。不是不是，他我的时候，他打了我。啊，对对对，真的不方便。他没有咬你，还算不错，昨天还咬你哈。他一直就是你干嘛？你干嘛？